站起来。不许下来啊！爸，你看呢？哎呀，谁？不行，不行，这么重，削你！脑袋都挤进去了。乖，一会儿给你雪糕吃。哎，爸，好像泰迪熊都会站起来。小伙厉害呀，哈！干一分钟了。他说不许乱尖叫尿啊！给你罚站，爸看都不敢下来了。站起来，看来咱家狗也有这样技能，还站着呢。